城县的这个大独栋漂亮吧，两个两车位的车库，这么宽的外立面，而且呢还有大层高，24小时的封闭警卫社区，顶级的学区。大家好，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 Chris 刘，今天呢咱们来到了城县的 Laguna Niguel， 这里是一座靠近海边的小城，依山傍海，到海边呢大概只有10来分钟的车程。视频里看到的这个呢是一个有4700多尺的宽面大独栋别墅，4房4个卫生间，现在呢咱们是位于1楼的客厅。它的院子非常的漂亮，院子里呢还有这样的大泳池，后面呢是没有遮挡的，有着13500尺的巨大占地。这种宽面的大独栋还有什么好处呢？咱们回去看一下。穿过呢这个门厅，咱们就去到了它1楼的卧室，因为它是宽面的，所以在卧室它也是有一扇大的门，可以通向院子里面，非常的漂亮。现在呢上到了2楼，它的主卧就位于这里，两边还是这种雕刻的楼梯，这里的大主卧，巨大的一个主卧的卫生间，同样是呢可以看到外面郁郁葱葱绿色的大窗户。最奇妙的是呢，它这个主卧竟然有一个楼梯，上面可以上到上面的一个阁楼，这个呢还是蛮好玩的。1楼有一间卧室，那么2楼呢是有3间卧室的，除了主卧呢还有额外的这2间，外面的视野呢都非常的不错。这样的一栋大豪宅，306万，你喜欢吗？